这肉大大小小啊，不是豆角是酸菜是吧？嗯，今天吃什么？每天，妈的不知道咋说。吃啥？你别让我说那字儿。吃屎。今天做个蒸面条，河南蒸面条，因为别的地方好像叫焖面、卤面，就而且做法确实不太一样，要在这种蒸锅里蒸，就是多一道程序，挺复杂的。其实吃起来口感也差不多。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条，但是大厨不是我，是俺家博士员。没远。蒸面条必备，面条注意要细面条。然后卤就是这种，这打底的材料就是蒜苔肉丝，平时吃那个豆角肉丝比较多。然后博士员呢想吃蒜苔的，这还有香菇，这就是所有的食材。蒸面条就是得在锅上蒸，不像焖面直接这一个锅就搞定了。哦，焖面是这样做啊？焖面就是炒完菜面条往上一铺，焖焖熟。这个是先焖一下，然后再加上菜，然后再焖一下。我都随便放一样，感觉弄不完。弄完了。咦，这不粘锅，锅里还没劲呢。这粘锅吗？你看这啥东西？这是德国切锅。耶，你这锅多精致啊！老头生活都要放了，是不是应该先放？上次你出去的那个肉呢？这不也面条了呀，妈。我怎么去的？就是炒这个菜都好吃。可咸，可好吃，味道不辣。你这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你不想念？不是，我不相信，就这样一堆食材，长那些东西，咋会不香？咱家不爱吃火龙果。上大锅，蒸馒头的大锅。哦，你准备用上来蒸锅了？对啊，今天用上了蒸面条。咦，这他妈干不烧面条了？说嘛，第一次蒸个半熟，然后跟汤搅拌在一起，是不是下边熟，下面不熟？要那个蒸笼一样，都是从上面先熟的，杀雕锅。你做饭，就要一个大桶放不得用，关。这打算吃几顿？三顿吧。这不用，关了。这灯出锅了。看你咋不着呢？颜色太浅了。都这样了，做成大锅饭。做成这样不赖了。不是架不住吗？你这用手扶着还行。没有我，弄不成事儿吧？快谢谢我。炒炒散散气儿，嗯，少盛一点儿，嗯，这受不了他俩浪费饭，浪费粮食，浪费粮食都得遭雷劈，太狠了，搁这五八年树皮都没有什么劲，哎，那不用盛了，这搁里边不行，下面有蒸汽，必须得弄出来，啊、嗯，这个体力，好吃不？咦，他吃东西可有食欲，一口吃完，嗯，哇，看见他吃饭真是高兴啊！嫌我吃那种酸汤面条什么的都爱做什么？嗯。你做的是真好吃，很甜你看他哎，
你刚刚那一口吃太大了。好吃不？不好吃。咋不好吃了？不好吃。你就算吃。不好吃还这么大口。还吃的这么香。你干嘛以前做了饭吃饭完你这剩下哪有一口油